六七十年代警即是匪，匪即是警，大家都合在一起賺錢的了。那個年代是香港的幫會卧底去警察部，所以那個年代七零年、八年、九零年代就很多警察都是黑社會。我們那一代呢，江湖中人呢是講道義，道亦有道。而家呢啲黑社會咧，唔係黑社會，係流民，係爛仔。黑社會呢兩個字係只有香港政府講嘅啫，全世界冇講黑社會嘅，係講幫會。到九零年頭最風光，一個時成個尖沙咀係我話事啊嘛，尖沙咀就係陳麗敏嘅話事。講當年啊，唔係而家。你任何人去尖沙咀想开夜总会做咩夜场，你一定要得到我的同意，唔系就搞你。而家就你一搞人，你报警拉你，嗰阵时冇得报警，因为当时我收你钱咧，警察都有份，系咪？我收翻嚟咯，我要都要俾嗰啲所谓执差啦嘛。叫金巴利道尖沙咀聚王，即系美丽华酒店。嗰阵时我自己开嘅夜总会都系嗰条街。所以條街差不多咧，嗰、那個年代有人講啦，叫陳慧敏街，即係日日我都喺度啊！我唔喺度咧，我啲馬仔全部都喺曬，即係成條街都抱曬我啲人噶啦。總之我行出嚟嗌一聲，我諗三秒鐘到啦，起碼有三十人企喺門口，有咩吩咐啊，大佬有咩吩咐啊咁。